欢迎来到酱玩，我是 Q。今天呢，我要跟这些人一起玩一款 App， 叫做 Toki。那我们约8:50，现在46分。那我们先等他们进来房间。哇，好会画！哇塞，你忍超广。范围很广，我超强 ，Q 也太扯了吧！哦，厉害啊！超强，可以啦！我要不要发？我来发挥一下，很难吗？有一点，名词太难了吧？模式吗？我照照照。哦，游戏人物，为什么你可以画出这么五彩缤纷呢？啊，那可以选啊。Hello， 重点来了，很紧张。游戏，游戏，懂了，懂了吧？哎、欸，我画很好哎、欸，有酱油懂，酱油懂。你们是没看，你们是没看，我有看，我有看。不是你写1、2、3，也就蛮明显。有啊，我看，我看。然后打出来，打出来。欸、你很细节，你画超细节。新保存的。那要查。我给他出了，你看他要出一点。游戏，又是游戏。4个字，真假的、啊？什么时候拿刀啊？哪有游戏是拿刀的？假的啊。他没看过。啊，画好烂呐、啊！是什么、啊？4个字太难了。什么东西？这真的难。好、啊，我的错、哦。我选到不对的题目。到底是跟游戏什么？没有关系。我等一下看他有多有。没有关系吗？大动脉，杀人猫啊！很亮的，我知道，大家都知道，我知道，你又知道了，是吗？啊，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，哦，我可能知道，但是我不知道那叫什么，不是吗？别打卫星。为什么它是卫星？我知道，有像吗？有像吗？我觉得不像。知道哎、欸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很小哎、欸，不有哎，为什么你答对了？因为你那个提你那个给我了一点想法。香炉。好，我画这个。你看一下。我来挑战一下。太刺吧！五彩缤纷。是什么？啊，我知道。什么？他都知道了。他都知道了。简单，答对了吗？是假的、啊，哇！是不是？音乐家，然后3个字，其实就完蛋了。音乐范围缩小，完蛋了。钢琴是？对，完蛋了。我不认识伟人。爱迪生。爱迪生是哪位小姐？爱迪生是发明灯泡的。那你写在这里干嘛？高贝多芬。哦，这蛮好玩的。哇塞！怎么、啊？你笑死我！那等一下也打我。那我们就要来尬。形容词，我们要投的是。我不能投我白痴啊！不能投我。不知道你投谁？不能投谁？真的是吗？啊，平民。真的？真的？不好意思哎。理想。图形。再见了又。图形。我要投你。再见了又。没有，我确定我是平民，我确定我是平民。确定你？可是你应该也猜不到我们是什么。我是平民。哇！
谁啊？我已经很会装哎、欸。啊。嗯。我怎么觉得你们都跟我一样啊？哦，你是平民的、哦，对啊，哎、欸哦，是我，黄金比例，哦，原来是我、欸，哎，我是卧底哦，哈，哎、欸哦，差点看错，你知道吗？差点看错，哇，这游戏太好玩了吧，还不错，我看你们两个怎么办？哇，嗯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如意，哎、欸，大家票，哎、欸，大家乱投，大家乱猜，哎呀。PK 快 PK， 你们两个，行不行不？啊、行行行，我发财了。不许不，也是很会形容哎、欸。那、哦、个没有答，哎、欸，你呢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他怎么没有？没有答是怎样？没有答是怎样？直接放弃，随便。哎、欸，哇哇，我的片头都没有，的确。一下这有点难哦，不太确定两个字是怎样，通常是拽，对的，就怪怪的，通常是，哎、欸，那我投他 ，OK， 为什么？哎、欸，看我就说二号吧，二号很怪，因为你有颜色，超怪的，是什么？鲁艺、欸，就鲁艺，哇，太难了吧，哇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这个不 OK， 这个不给过，这个不给过，真的，哎，不给过。我跟你讲，这两个有点像，卧底跟那个平民有点像。要投谁啊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干嘛投我？我跟你的很像啊。这样不代表一样，而且你也差不多要当卧底了吧？你看。我都不知道。你们在带风向啊！你们在带风向啊！随便投，投死他、啊！不要乱投啊！对啊，你们乱投，你们乱投，一种行为。二号你要这样说也可以，就是不喜欢。三号更怪，我哪有，我哪里怪啊？二三平票再说一次。三号，哎呀，欸、二号啦。啊我是卧底啊，没错。影片结束了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出去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并且追踪我们的 IG 及 FB。每个礼拜晚上6点准时上片，下次见，拜拜。